女人看 A 片是为了好奇吗？女人看 A 片，当然一开始我是好奇，我个人是好奇啦，我相信有大部分女生也是因为好奇，因为在这个传统社会之下，女生会觉得我们好像不应该看 A 片，我们不应该有情欲，还不应该有什么嘛，所以当然有可能是为了好奇，但是当你因为好奇去了解之后，发现啊，原来我也有这个欲望，原来我也会怎么样，那当然就有可能会有欲望啦，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好奇。那如果本来就懂自己性欲的人，本来就会探索自己的人，他有时候看 A 片也是为了他想看而看，他就是喜欢那个情境啊。每个人真的不一样，看了会湿是正常的，看了会湿是正常的，但是湿不代表想要，这逻辑应该听得懂吧？因为你有欲望，有被兴奋到，巴士腺就会分泌兴奋液。但是在某一些情况之下，我之前有讲过，湿了不代表真的想要，想要也不代表一定要湿，这个叫性兴奋不一致，因为影响性欲的因素太多太多了。我希望大家可以不要，就是慢慢的不要一直觉得一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，其实我们要做的不是去找那唯一的答案，而是去了解那一个人。我真的是这样觉得，人不同，答案真的不同。